没没没。好嘞，我豆腐。谁拿的呢？快点，你啥的？他拿刀呢？你拿刀呢？我得拿刀。滚！大哥，你玩，快点！大王，我老雷，今天咱们做太高羊腿肉，泡出血水。宝贝儿，吃好啊，一会儿朋友来，听到吗？光明富了，这都自卑了。呀，过年还这辈子啊？我你看，中国的最甜高丽头，啥人用不了？花椒、干辣椒、18种香料，高丽头，再来一瓶6000盐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2个小时，盖碗上桌。时间到，开干！你知道个等你这个，我们快点吃点不行？吃点不咋的？够啊！给你再碗甩啊！要你个大哥，走，兄弟！开烤，美味升级，拿走。滚！一二三，在这羊腿刷个油。高丽头，出锅。没的没的嘛，这钱都不用了啊！这。咱们烫了，来开饭了，来，快，走，美呀美，哎呀，来飞哥，你尝尝这个，开整，啊，爹托我们吃的，小心烫啊，嗯，烫了，绝了，真香啊，嗯，真香啊。老雷，这叫绝了啊！一分没不没，我也叫你没得卖，没啥少吃，起码得多啊！我说啥就行，我喝点，吃盐就行了。你瘦就行，我不爱吃肥的，我只爱吃瘦的。你看我这一块瘦肉，这腿比羊肉串香，羊肉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嘿，哎呀！欢迎兄弟们过来做客啊！欢迎欢迎欢迎，吃好喝好。绝了！喂，今天晚上几位朋友一块做个硬菜。硬菜？你朋友丫头怎么样呢？挺好的。你看这个行吗？给他朋友直接油炸擀面棍儿，清蒸大理石。飞哥，这菜牛不牛？你啥意思呢？你这啥意思呢？天天给你吃饭都吃的够够的，还给他朋友吃的还硬菜的，哪儿都没有。辛苦了。我堂堂乃是海，你竟然用这钱收买我，可能吗？嘿嘿嘿，那朋友上手里呢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个家庭版的四川冒菜。先给大骨头涮下水，等一下熬个高汤，放入飞哥的飞机。飞哥，嗯，那一会儿朋友过来有事吗？有个灯儿，那早对你使唤开了。老雷，一会儿我几个朋友还喝点呢，一会儿给他煮煮醒啊。怎么着？跳个舞，唱个歌之类的。我给人家吃不容易了，还给跳煮醒呢。嘿嘿嘿，开始熬高汤。起锅烧红油，放入冒菜麻辣料，葱姜蒜，咖喱头。不行吗？放入自制火锅底料，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18种香料，咖喱头。OK， 倒入骨汤，盖盖，再熬上半个小时。生抽，咖喱头。味精、鸡尾、胡椒、美食三香，咖喱头。麻油，咖喱头。不要钱的蚝油，咖喱头。孜然。再来一斤6000盐，就是这个多大面，走，吃饭。哎呦，还好了吗？早够了，就等你了。哎，太累了。压力挺多的啊。今晚来个自助，喜欢啥也吃啥也。走，我给你点一碗啊。拿你点一碗，拿过来。弄好了以后让他捞里面啊。哎呀。哎呀妹，稍点点，稍点点，还是坚持不扛事。不，咱这是喝凉了呗。等一下，这是几的呢？要你要是对不起，我不让你干那东西，直接吃人家行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出锅。这味儿可不少，哎，绝了！大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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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买哪里过去？你还是买我呗。这样。真香，过瘾啊。热麻热辣，热想吃。这是串人开的局。我来这真辣真过瘾啊。你想干嘛？这有啊。到哪站？加油站。对，我要干的怎么样？你飞来了这样子，咋样才叫你两个别人呢？要不这样吧，自个来了讲，一会儿跟亲朋好友都飞来一点，飞来。来，要给你，来，尝试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去，那边来嘛，那西洋辣椒绿的，那边来嘛。洗好的辣椒晾一下。哎呀，大帅，搞一个。加油干！站长，你们这么好子力的，哈哈哈！老雷，我们火辣辣的呢，开始炒辣椒酱，洋葱，缸里头，香菜，缸里头，香葱，缸里头，先炼点料油，咱们正式开始炒辣椒酱，先放生姜，你看，没完，把火开到最大，先吃生姜，大蒜，缸里头，剁好的辣椒，缸里头。一坨，两坨，继续，来三坨，第四坨，第四坨，干豆豉，缸里头，这个是蒸香的，兄弟们，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开始放一斤六香盐，陈哥再拿两个盐，再少来一点五香粉，不要全是蚝油，缸里头，来美味升级，芝麻，缸里头，好嘞，欢迎来到江南。真的吗，老雷？这吃我们绝了啊！就他吃的，吃这给吃不过。我跟你说，这拌上面就更香。呀，真的？马上就。要不要这里吃？好家伙！所有人都在等你。哎，等一天。啊，好的。我们四个人在排队。好的，好的。太小了，赶紧脱盆，拿个大点。他一会儿你看看左邻右舍谁要拿啥过来拿。回去再拿一桶回去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没事吧？行。喝龙虾去。哈哈。来吧，进来进来。吃完了过来吹哪里？哎，把这上头烧了，刚炒好的啊，慢点。这就讲不点，就增香味儿，防腐的。啊，他们妈这流氓更美了，这家伙。嗯。搞啥料？搞啥料？啊。要点油，一看就美。对。吃了吗？我给你发上头。要不少你就少发上头啊。怎么认识老雷吗？这哪个真小一个呢，哪大的啊，这是个小粉丝。来说你把我上边发上边，这是你是从霍州来的，一定要多多拿点。光吃点家伙想想。你还快来个葱。咦，真好嘞。再来个油，一看就没来。还来油了。哎，一看就没了。这酒谁喝的？空着没多少钱呢。还没天吗？这是今天的。从头谁到现在。啊，来。啥情况？来吧，都赶紧回来，有事儿了。你们图什么呀？你们过来，摸你点。